我们镜头锁定的台湾，来到南投水里村七林，也就是伫个水里路零公里的所在，有一排冻土墙，因为凯米洪台的大水来冲洗，形成一个几啊米深的地下裂坑。在地乡亲是真烦恼，都惊有一天这个路面会切落，这个冻土墙会崩起。发现这个大坑的民众占先生在了水里船顶的陪同，走爬去要爬爬去看情形。这条路边在了开辟洪台时，就发生严重的土石流，河流登起，甚至到在了暗沟内底，裂更加严重。那个崩塌的那个长度很长。公水他们认为说要整个要改善。虽然水利乡公所在了开辟洪台过有来只损毁，嘛强调损等较真严重。需要请真侪钱来修路，民众嘛希望相关单位会当赶紧处理。太危险了，再一次下雨就不得了了。上回就很严重，是啊，不知道那里已经被掏空了。民众进前发现路面下骹看袂到的暗沟，已经被开辟洪台大水冲出一个坑。当地住户拢真烦恼，若是无赶紧处理，反水搭更加大坑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